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你啊。你啊，兄弟们，过天津国服店刚换了新员工啊，带你们看一下到底怎么样。你好，木瓜林，请问有预约吗？啊，有，刚刚打过电话。啊，是那个1299的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又记错了是吧？不是，已经太顺口了。嗯，是多少的？1298。对。第一次来吗？在这里碰到我的房间，这是我们家的888。这个房间环境还比较优美，而且有大大的这种落地窗。这么大一个房间，就一张单人床，不浪费吗？还用双人配呀、啊？怎么会浪费？主要是环境优美。环境要的就是这种体验感。对，双人适合做什么项目啊？双人间。双人比较适合有朋友啊，带朋友过来呀、啊，看你自己啊。我们家带男朋友还是女朋友过来？哈，你想带什么？现在不管你带男朋友、女朋友都是都可以是吧？对，你什么项目最拿手啊？我啊，嗯，看您做什么。比如 你今天做了1298，我在打烧。里面都包含什么呀？里面是我们家的一个全身的精油，然后从头到我们的背部、头颈，还有我们的腰部。这是你们哎，这个环境。哎呀，这个忘记跟您说了，这个是我们家的 S 的病房椅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氛围很好，是不是？啊，灯呢？别的灯呢？这太暗了吧？啊，这边是对这个项目泡澡的地方是吧？泡浴是的。它这个是多长时间呀？120分钟。120分钟。对，稍微等一下，我先给你把广告给你上一下。那谁专业啊？他专业。他可是我们店长的，都专业是吗？对，他是我们店长的。那你为什么不专业，你还能笑出来呢？为什么你为什么还有脸笑呢？你不应该反思一下？这是我们的气氛组，我们的气氛组。兄弟们，雨过天晴，他家的价位虽然一直比较高啊，但是，1298确实也是他们家主推的一个比较火的项目。如果你也喜欢做 SPA， 然后想尝试一下的话，可以过来试一下，体验一下他家价格为什么这么贵。